声甲吹落去。而且呢，我是咱在地台南的查某囝。是。对，之前呢，我们的苏焕智县长呢，对，服务了8年，真的，我是台南市的，但是我是台南的查某囝，所以我深深的感受到。真的。对。你知道回来之后呢，感觉更加的感觉更加亲切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啊，已经是故乡的呼唤。是。是讲希望讲咱台南囡仔。我们都为这片土地，为咱的母亲做什么工作？是，而且他看到了就，这个因为天龙国哈，那从上面看下来，不晓得地方需要什么，都是这样。
我们今天好不挺男不挺女，我们只挺新台币，拼经济就是王道了吼。公安这种无效哦，阿叔公吼最接近民心的，最接近民意的，可能大家讲实啊，咱做演员的上惊啥？天气歹吼，你咧食饭嘛爱食，但是吼，火车卖吃我紧啊，哎，阿你又无差啊，你就火车卖吃未死啊，啊，但是饭无吃未使。完成希望啊，所以讲哦，在经济好坏，我们心里面最感受最深。所以讲哦，变经济才是熟悉，其他都废话了吼。咱若要追求幸福，追求咱的健康、快乐、进步的城市，咱来选市长六合所换地。对啊，哦，啊，你看咱这县长吼，对咱这台南吼情深深啦，是，真正情够深的啦，做几啊届。立委啦，啊，我两届官僚，一看袂讲这片的土地，啊，地方咱这百姓吼，无多吼，过更加好的生活，所以这个情够较深的。是。啊，为了安尼吼，所以可能唱一条情深深的。为了安尼，所以要来唱一首情深深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哦。要用的感情更加深的，咱这周杰伦老师嘛真深啦，嘿啦。哇，杰伦老师，你每一个拢轮过。嘿，是啊，是啊，一定爱音乐总监哈。好来。我们杰伦老师跟我们的漂亮宝贝向慧玲再来分享，谢谢，掌声加尖叫声来宾，好的朋友，我今天有带海报来要来送给你们哦，但是我也看到你的热情，你们的热情，还有我们最团结的那一颗心，一定要可以出来，好不好？来哦，旗子举高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，让球迷们，我们一起唱。上届用心，上届有热情，上届
定金杯特来特来接苏焕智，拜托拜托，怕什么快点。恭喜在哈，这几年的男女二斗，恭喜在哈，那是真正看袂了，练吼，这个几年买老目屎，真正啦，真正啦。你只要跟我讲，是为光年，是吧？哇，真正，几年的目屎拢会滴落来，咱吼不停人，不停力，我们只挺新台币，大家做伙拼经济，有人第五拍表，11月24号，我来说换币，然后阿力好唔？买过牛的目屎，甲抽落去。哎，笑，买过目屎。真正买过过牛的目屎啊！哦，看到真正。刚才还有一些海报没有送完。是是是。对，那阿彪平，你有那个小贝不？想要吗？那我下去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好不好？小心小心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哦。我需要掌声加尖叫声来接我。
气，真的带有一份含蓄，但是又很热情，没错，很温暖。对，你看嘛，咱老馆长吼，伊对台南的真正有感情。嗯，是。我咧讲哦，一定特别，伊讲压轴一定要邀请到咱在地唱片公司，就是豪记。豪记，你看，虽然咱台南市，咱讲阿哩偏乡，但是咱做出来。专攻啊，台语歌手上好就是豪记，没错，表示咱台南吼、哦、真正人文荟萃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唔难讲邀请的子民啊、乡民啊、个子民来，陈思安来，好想欢迎陈思安，欢迎陈思安，哇，你看袂下咧吼，对啊，真正咱老板叫真正重情重义啦，或是咱让咱地方吼这发展一下不遗余力，但是看。伊对艺文嘛是非常的重视哦，对，唔是今日出唱片，伊嘛有出唱片哦。来，咱是不是邀请嘞馆长，咱的未来的市长苏焕智上台吼、哦，发表伊的新歌吼、哦，这真正的真正的，下个月嘛，咱吼、哦、好好来个吼、哦，咱以音乐哈、哦、来个互相的交流哈、哦，来看咱这。来欢迎咱的苏焕智苏市长。苏市长，来吼、哦，来。哎，咱这样，咩啊？咱先未做市场，咱先做一下歌星者，对不对？啊，让两位歌星来讲，看咱的歌做了安好无？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本来唱，是，对。啊，咱即届诶，是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咱即届即个竞选歌咧，叫做《爱甲希望》，吼，《爱甲希望》。啊，这条歌呢，是由咱这个金曲奖诶，这个金钟奖哈，金钟奖的这个作词的一个儿童诗的得主，叫做白领。白领。啊，白领是一个身体障碍人士。哦。啊，但是呢，伊确实对台湾的台语诗，哦，啊，台语文呢有足深的研究哈，他是一个。非常杰出的哦，哎、啊、呦，得过两次的这个金钟奖哦，是，啊，这个作曲呢，是一个张建宇老师，是一个牧师，哎，牧师啊，是一个牧师。那么张建宇呢，啊，也是一个身障人士哦，真的啊，但是他也是得到金曲奖的一个作曲，就是张建宇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因两位呢，啊，伫这个几当前。啊，替我做一个叫做《爱甲希望》哦。啊，这条歌呢，主要就是迄个时候，我咧推动这个这个村里关怀中心，是的，啊，甲行动医院吼。哦。啊，对一寡长辈啦，老这个长辈啦，啊，甲一寡身障人士哦，啊，我有一寡这个透过村里关怀中心咧关怀啦。哦。啊，所以迄个时候就感觉讲，啊，咱从政的目标就是爱甲希望，有影免啦，没错。把这个爱心哦，散布给真侪弱势的需要关怀的人。其实吼，伊豪记嘛，定在做这公益活动，哇吼，公司听了豪记，豪记真正做有心啦，是豪记是台南之光啦，没错。外地想火，都喝来一定爱听到这个豪记啊，别那个台南的文化做开，是，一定要把台南的音乐做开。好，闽江人咧，闽江来做市场的时，咱老板搁写几首豪记的唱咧，对啊，吼，好，安尼咱来唱这条《爱甲希望》。好，来大家好啊，欣赏，把请两位歌手鉴定一下这首歌，新疆香港妹。手电筒，是，摆下你的手电筒。我的世界，满满的关怀，大家真心相对待。我们哦，心情放宽，看将来。把你的星星举起来，谢谢。咱的英雄，劳动你的旗袍。天下乐祸这风开。希望永远在心内，
愿放花挂将来，咱的土地咱的爱，咱的理想用心在，雨夜落雨做风台，希望永远在心内。台南市吼，咱这个真正啊，开始做曲调的时阵吼，做一挂公益活动，对弱势族群，老师要玩大力119吼，玩这个平台吼，做这个哇善事吼，我拢鼓励哈啊，义不容辞哈，知道市长吼，赶哈赶呼唤我一定来。我要跟你家讲，大力119是什么？大力119是119频道全国电频。只要打开电视遥控器按119就可以找到我们。没事情，打119，没事情，就电脑看119就对了。是，对对对对。我请问一下，按时备电的节目啦。是啊是啊，好。会给你们时间卡过来。谢谢谢谢我们的市长。好，谢谢市长。这首歌连刚好就在收录起来，好了。好好好，好了，谢谢啊。太好听了。谢谢谢谢谢谢啊。董事长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我爱熊盖水。好，谢谢谢谢啊，你不要多担待哈。那么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夏慧玲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来，接下来。